大家好，我是嘉一科是陈心梅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《其实你胖得很冤枉》。有些人呢，他常常觉得他其实已经对于他的卡路里斤斤计较，他也运动得很认真，然而肥胖问题却持续的困扰着他，或者他越来越胖。哎，小心哦，可能其实是你的身体失衡，比如发炎，或者是营养失衡，或者是荷尔蒙失衡所造成你的肥胖问题。如果你有以上状况，而且持续困扰着你的人，其实不妨翻翻我的新书，可能可以从书里头找到一些真正的答案哦。